嘅時候咧，要講菩薩戒、講完戒先至受嘅，因為普通嚟講咧，五戒啊，就唔使講嘅，因為呢啲咧叫做化教，化教咧就係勸你去做嘅啊。五戒同埋八關齋戒咧都係啲化教，守唔到咧就冇咩罪嘅。咁啊，呢個菩薩戒咧屬於祭教，即係。在家菩薩戒咧就係、是、半祭教半化教嘅，即係所謂祭教就一定要遵守嘅，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弥戒嗰啲一定要遵守嘅。咁菩薩戒咧屬於都係祭戒嚟嘅，一定要遵守啊，唔遵守就犯戒。但係五戒十善嗰啲係勸你去做嘅，即係嗰啲叫化教，呢、這個叫祭教。所以咧，呢、這個祭教嚟講咧就要講完先至受嘅，因為要有犯戒罪啊嘛。咁所以咧，你要知道乜嘢叫做持，乜嘢叫做犯，咁先至能夠受戒嘅。唔係你守唔到，守唔到你去守咧，亦成日犯戒，咁啊無謂啦，大戒犯戒。所以咧，呢一個在家菩薩戒就我哋就要講下嘅。咁啊，未講在家菩薩戒之前咧，就問呢個遮難啊，呢、這個有冇七遮罪啊？咁啊，在家就五遮嘅啫，啊，是父是母。啊！呢、这個是阿羅漢喺破出佛生協破和合僧，咁啊呢個咧就係、是、屬於五逆啊五逆啊，在家因為冇是和尚同埋是阿舍尼，因為你冇和尚冇阿舍尼啊嘛，咁啊所以咧只能夠有五逆啫啊，所以咧有冇呢個有冇是父啊是母啊呢、这個？呢、这個啊，薩阿羅斯阿羅漢同埋咧呢、这個出佛生血啊，同埋破和合僧咁啊，是父是母斯阿羅漢呢、这個就唔使講啦。这个这个、呢個呢個咧就大家好明白啦。咁啊破啊呢、这個出佛生血，出佛生血咧，真正嘅出佛生血咧係提婆達多先至出到嘅啫，因為而家冇佛噶嘛，你想出佛生血都冇。提婆達多咧又有金槍馬墨之布啊，佛有金槍馬墨之布啊，呢個提婆達多用啲木叉吉傷佛只腳，咁啊呢個咧就係出佛生血第唯一嘅出佛生血，咁以後都冇人可以出佛生血啦。不過如果再疏啲咧，就即係破壞佛像嗰啲都叫出佛生血噶啦，即係封即係範圍大啲就咁啊呢、這個破和僧咧就係、是。呢、这個僧團咧係和合嘅，你誒整咗兩邊食飯，一個佛堂裏邊，一個僧團喺個佛堂裏邊，本嚟係大家和好嘅，咁你整到大家粉目，但係分開兩邊食飯，咁就破和僧兩邊眾戒同埋揭磨啊，同埋食飯啊呢啲分開兩邊咧，咁啊叫破和合僧咁啊。相信你哋都冇啦，如果你冇出聲，就當你冇噶啦。咁啊，因為要問咗先，先至受到戒嘅。本嚟戒本裏邊講明咧，就前一夜要問嘅，所以咧每一次問完先至再講呢個法本。咁啊，呢個講呢個菩薩戒本咧，講戒律咧就唔同呢一個經嘅，講經啊講戒律咧，戒咧就分開啊呢個四科。啊！呢個講戒律咧就四個範疇，第一戒法啊，第二咧係戒體，第三咧就係戒行，第四咧就係戒相。咁啊，戒法咧就係呢個戒法咧就係呢一個呢個法嘅由來。咁啊，呢個法咧，菩薩戒咧就係佛嘅佛講嘅，所以只有佛能夠制戒，就其他嘅人咧就唔能制戒。就算幾好嘢都好啦，你都唔能夠制啲戒俾徒弟守嘅，因為點解呢個係佛嘅職能嚟嘅啊？佛去制戒，所以咧菩薩戒咧就總共分開有在家菩薩戒啦，有出家菩薩戒啦，總共我而家所知嘅咧有三個菩薩戒啦啊，三個菩薩戒，一個就係梵網菩薩戒，呢個係聖宗嘅菩薩戒。所謂聖宗咧就係空中啊，就係呢一個波野系嘅。咁啊呢個咧。由呢個鸠摩罗什背出嚟嘅，咁啊呢個叫梵網菩薩戒，有上下兩卷，咁啊下卷咧就係菩薩戒本。我哋而家顯教咧，法師所受嘅咧，就多數都係受呢個梵網菩薩戒。咁啊呢個十重四十八輕，咁啊呢個十重四十八輕，咁啊仲有一個咧
叫做瑜伽菩薩戒。瑜伽菩薩戒咧就係、是、西藏嗰邊受嘅，西藏嗰邊受嘅咧就係、是、四重四十四輕，咁啊兩個都係菩薩戒，咁啊西藏受嗰個咧叫做上宗，即係瑜伽師地論嘅菩薩戒，出自瑜伽師地論嘅。咁啊呢個聖宗咧就係呢一個中觀嘅，中觀。一個是中觀，一個是唯識。中觀的菩薩戒呢就是這個梵網菩薩戒，這個瑜伽菩薩戒呢就是唯識的菩薩戒，所以呢兩個出處不同的。咁啊呢個呢十重四十八輕同埋四重四十四輕，其實在家出家都可以受呢兩個戒嘅。咁啊我哋記得呢喺即係三十幾年前啦，咁啊受呢、這個梵網菩薩戒喺大嶼山嘅時候咧，有啲在家人去受嘅。咁啊，揦頭嘅點咧？就撥開啲頭髮，撥開啲頭髮，揦三個窿喺度，將頭髮嗰度中間整開佢咁啊，揦三個窿喺度。本來我啊唔揦頭喎，我揦頭做乜啫嚇？咁所以我哋唔揦頭，我哋揦手嘅，揾啲菩薩花心嘅，我哋揦手。所以咧呢一個揦喺個手度，而家咧大陸都唔俾揦頭啦，因為揦頭咧會傷到個腦嘅。因為你熱噶嘛，所以揦完頭之後又要食西瓜，又要喺山度走嚟走去，要等啲熱生咗，咁辛苦做乜嘢啊？揦手咪好咯嚇，手唔會有事噶嘛嚇，咁揦到或者手受傷都醫得好啊，手係嘛，佢扭頭都冇得醫啊，頭醫 short 咗冇得醫啊，所以咧都係揦手精啲啊，咁啊你陣都係揦手啫，冇人揦頭啊，咁啊你所以咧。而且以前嗰啲蠟咧係唔同嘅，佢嗰啲香咧係屈過嘅，即係識整啊！整香咧，啲香係三年前咧就整咗嘅，整咗咧燒一燒佢先，然後就擠喺啲泥裏邊，用攞個鵪啊擠喺啲泥裏邊，過即係退咗啲火氣先，咁啊唔會有毒。如果唔係咧，就有毒嘅，會含濃啊，會成嘅。咁啊，而家唔知你有冇擠，不過你蠟咁少唔緊要咧。我揦四十八粒，你揦幾多粒？我哋咧嚟三粒，最多六粒好味。咁啊，所以咧我揦四十八粒，各講法師同我言香，哇！你冇揦咁多啊，我冇所謂嘅，頭啫嘛，係嘛？即係一隻唔喐得，仲有第二隻啊。咁啊，所以咧呢個冇所謂嘅。咁啊，呢個戒法咧，嗱呢個咁啊，跟住第三種咧就係而家我哋要受嘅啊，呢個在家菩薩戒啦。在家菩薩戒係出自乜嘢咧？出自呢個優婆塞戒經，優婆塞戒經咧就係佛説優婆塞戒經，呢個太虛大師就特別就提倡呢一部嘅，因為在家菩薩戒咧，在家菩薩咧就要遵守在家菩薩嘅嘢，所以有本叫在家菩薩戒經。咁啊呢個優婆塞戒經，優婆塞戒經咧就好大本嘅。咁我哋咧喺南普陀嘅時候就聽過啊，如虛法師咧印順導師嘅徒弟啊，印順導師咧就係太虛大師嘅徒弟啊，呢個太虛大師全集咧就係呢個印順導師集噶啦。咁啊呢個咧如虛就係佢嘅徒弟，咁啊而家慧日講堂，而家唔知往咗生未，好老嘅嗰時已經成六七十歲，咁啊而家過咗三十年啦咧。唔死就一百歲，所以咧呢一個所以優婆塞戒經咧呢個六重二十八輕嘅優婆塞戒呢個在家菩薩戒咧就係優婆塞戒經嘅受戒品裏邊啊，所以咧呢個咧梵網菩薩戒當然係菩薩戒啦，呢個瑜伽菩薩戒當然係菩薩戒啦，咁呢一個優婆塞戒經嘅戒。當然就係在家菩薩戒啦，因為在出菩薩要在家出家嘛，你在家應該守乜嘢守乜嘢守乜嘢，咁啊裏邊咧呢個優婆塞戒經就講得好詳細，咁啊呢個叫戒法啊，只有佛可以制嘅，所以咧第二啲人唔可以制，只有佛制完之後就話，因為你係佛説優婆塞呢個咧個戒師咧釋迦牟尼佛。咁啊，呢個優婆塞戒，呢個梵網菩薩戒經咧，就係毗盧遮羅佛嚇呢個啊呢個瑜伽菩薩戒咧，又係釋迦牟尼佛嘅戒師啊，即係從個戒嗰度得嚟啊。
咁仲有墨中嘅十四坑本舵呢一個呢一個呢一個咧，三回耶界咧就係毗盧遮羅佛啊，呢個盧舍越再菩薩界咧就係呢個盧舍羅佛啊，呢個呢個墨中嘅三回耶界咧就係毗盧遮羅佛，咁啊呢個在家菩薩界咧就係釋迦牟尼佛，咁啊呢個界法咁啊。跟住就界體啦，咁我哋咧呢個受界嘅儀軌裏邊有個界體嘅，咁啊三歸依本嚟都有體嘅喎，不過三歸依就冇人叫你觀想咁解，呢個觀想咧係道宣律師啊，道宣律師係南生律宗啊，我哋中國都係以南生律宗為主嘅，咁啊南生律宗咧呢個因為呢個道宣法師咧佢係學唯識嘅。所以將唯識嘅觀想就化落去呢一個受戒儀軌度，咁啊變咗有三重觀想啦。第一重啊，我哋受戒嗰時咧，即係走出嚟拈香，咁你哋跪喺度咧，咁啊觀想一啲戒。第一次讀三次，讀三呢個八四揭摩，亦都係八四揭摩啦。都係八四揭摩。咁啊，八四揭摩咧。咁啊，讀三次嘅時候咧，第一次大地震動，嗰啲界法咧從地下度升起；第二次咧就變成集中喺頭殼頂，變成一個華蓋啊！你高高一團光得噶啦，華蓋好難講佛先有華蓋啊，自己有華蓋咧，好似你唔係好相信。不過問題咧就係、是、你係菩薩啊嘛，咁你係梗係有華蓋啦，即係呢個又唔使客氣嘅嚇，即係但係你又好似好難觀自己有華蓋，咁你係觀團光啦。第三次咧就入落你嘅身體，就一藤子咁咪入落你嘅身體度。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戒體。呢個戒體入咗去咧有咩作用咧？個戒體咧防非止惡，即係廿四小時喺你嘅身體裏邊循環。即係入咗落去嘅時候咧，好似你入咗落個整咗落個電腦度咧，整咗個防毒軟件咁，廿四小時都喺你嘅身體裏邊運行。咁啊，你有咩犯戒咧，佢就會提醒你嘅，即係會防非止惡啊，廿四小時咧循環不息。咁啊，而呢個戒體咧，如果你唔犯戒咧，佢就喺度增長嘅；你如果犯戒咧，一度萎縮嘅。所以咧，你隨犯有精啊，你冇理由犯足廿四小時噶嘛。你犯戒都一路增長喎，因為你冇犯戒，佢就喺度增長嘛。好似啲植物咁，佢你冇喐佢，佢就會生長噶啦。所以犯戒咧。犯戒佢就會萎縮噶，但係你犯戒我諗都係犯一兩條嘅啫，幾日犯一條已經好犀利嘅啦嘅。咁啊，所以咧，但係你廿四小時都增長喎啊，所以咧隨犯有精啊，啊犯戒可以懺悔，懺悔嘅就會停止萎縮噶啦。咁你犯咗戒咧就即刻懺悔啊，所以咧一陣間係教埋你懺悔嘅方法，所以每個月咧最好就有種戒啦嚇，每個月出家人梗係要種戒啦，在家人都有種嘅呢度。好似都有種嘅，每個禮拜四啊，而家咁啊都有種菩薩戒嘅，啊早種菩薩戒，菩薩戒有飯嘅時候就懺悔啊，即係懺悔咗咧，佢就戒清淨啦。咁啊戒清淨有咩作用咧？就係啲人啊睇唔到啊，天龍八部會睇到嘅，睇到你持戒好唔好啊？咁你持戒好啊，自然會擁護你啦；持戒唔好，自然會整你啦。咁你又何苦呢？你既然係受咗戒嘅，要受戒，梗係要持戒嘅啦。咁你持戒持得好嘅時候咧，天龍八部會幫你咁咪好咯。啊，如果你持到犯咗戒，你又要受戒，但係你犯咗戒之後咧，天龍八部會整你嘅，啊會唔中意你嘅，咁你就夠論盡啦嚇。所以咧呢、這個咧，一係就唔持，一係就唔受戒。一受咗戒咧，就一定要持好個戒咁啊。持好個戒好容易啫，有好多法律罅嘅，咁即係講，即係有好多開源啊，有開源走法律罅，咁啊呢個咧，咁啊唔使驚話守唔到嘅，而且呢一個在家菩薩戒咧係半化教半制教嘅，即係雖然係制教，但係佢因為在家啊嘛，在家持戒比較難嘅，所以咧有好多開源啊，有好多成，咁啊呢個咧就戒體，咁啊跟住戒行咧。就係你持戒持得好咧，就有個戒嘅德行出嚟啦。呢個叫善根法相。咁啊，我哋講靜坐嘅時候有呢個五庭心觀嘅善根法相啦。咁啊，持戒就叫做善根法相。咁你平時咧個行為會改嘅，戒行啊個行為會改嘅，睇落去就係菩薩。所以你
你唔好周圍話你係菩薩，咁人哋以菩薩嚟要求你啊！啊，你俾少啲錢啊，菩薩，點解你俾咁少錢啊？咁啊，咁你睇你唔好俾人哋知道你係菩薩。但係咧，菩薩就冇特別依答嘅，即係顯教就冇特別依答嘅。但係你都要自己咧行出嚟，黏窿喺前邊嘅，其實企喺前邊嘅。咁啊，不過問題咧就排班嗰時冇問你係咪菩薩啫。其實應該問嘅，即係菩薩喺前邊嗰啲。普通的優婆塞後面菩薩優婆塞優婆儀，因為菩薩優婆塞優婆儀梗係行先嘅啦。哎呀，唔係我謙虛，你謙虛人唔得嘅，你犯戒，即係又係犯戒嘅，即係你唔得呢又犯戒啦。咁你行後邊你又犯戒啦，因為你明知你啊得受咗菩薩戒，你就要行前嘅啦。咁啊，所以咧呢、這個咧叫做戒行。咁啊，戒相咧就係而家講啦，六重二十八輕。有六條重戒，就二十八條輕戒。咁啊，呢個六條重戒我哋講咗先啦。呢個殺戒第一，嗱呢個幾個菩薩戒本嘅第一頁，善男子啊，加埋善女人啦，因為有男有女。善男子、善女人啊，優婆塞、優婆夷戒，雖為生命，乃至矮子，率不應殺，殺以受戒矣。若口教授，若生。是殺是人即失優婆失戒，是人尚不能得暖法，放衰陀洹至阿羅含，是名破戒優婆失臭優婆失煎陀優婆失教優婆失結優婆失，是名從拖桶。咁啊，呢個咧六重裏邊第一條戒就係殺戒，因為出家人咧就淫道殺妄嘅，出在家人咧就殺道淫妄，因為殺戒為主。因為我哋咧，要學做菩薩啊嘛，學做菩薩就係、是、菩薩就係佛嘅弟子，佛就係成佛嘅，成佛係為咗乜嘢啊？度眾生，或者係教導眾生，所以你做菩薩戒亦都係教導眾生，所以咧頂死啲眾生，等佢收唔到行咧，這個就係大罪啦，這個就係第一件大事，因為佢死咗就冇得收噶啦，啊你壞咗佢個乜嘢啊？佢個命根，個命根咧要嚟修行嘅，咁你整死佢咧，咁啊，所以咧殺生嚟講咧，分開三品罪啊，殺大嘅真正犯殺戒咧，殺人咧就係呢一個重罪啦，啊殺人就係重罪啦，因為優婆夷罪啊，呢個波羅夷罪啊，呢個六重都係優婆夷啊波羅夷罪，波羅夷罪咧就係斷頭，即係呢個。因為犯了之後就失戒體㗎啦。不過菩薩戒同埋呢一個聲聞戒都唔同。聲聞咧一失戒體就冇啦。譬如你受咗五戒，你如果犯咗呢個殺盜淫妄，酒係遮戒啊，幫你持前面嗰四條戒啫。犯咗殺盜淫妄咧，咁就係邊地，即係變咗你係佛法邊地罪啦。犯咗邊地，即係唔准再受第二啲戒嘅。但係呢個菩薩戒咧就唔同啦，你犯咗之後咧，一個時辰之內你識得懺悔咧，佢就會恢復嘅，即係因為亦都可以拜懺，拜到見花見佛啊，咁就菩薩戒會恢復嘅。乜嘢？因為全部係講個心啫嚇，你殺嗰時又係用心，咁你懺悔又係用心，你懺到見花見佛，咁有罪相現咧，咁佢罪就消㗎啦。咁啊犯咗正式殺人嘅咧。重罪啦，咁啊要自己拜忏啦，啊要啲一系就波罗夷罪，咁啊拜忏咧要拜到佢见花见佛先至得。如果杀咗大生嘅众生啊，猫啊狗啊嗰啲大只啲嘅咧，咁你咧就要喺出家人面前忏悔，即系大众生前面啦，三个就成众啊，呢个三个人啊，咁啊仲有四个啦，要一个做揭摩啊嘛，要一个读揭摩文嘅。咁啊，你普通三個就得啦，因為你唔使你淨係去向佢懺悔啫嘛。咁啊，懺悔咧就三個咧就成眾，咁啊又殺貓殺狗嗰啲大生啲最出家人懺悔。咁啊，殺蟲蟻咧呢度殺蟲蟻咧就自己喺佛前咧呢個用心懺悔就得噶啦，即係對佛念就得噶啦，即係對佛懺悔就得噶啦。咁啊唔使煩我哋，唔係你有牌啊殺蟲蟻都嚟揾我哋，我哋好唔得閒啊嘛。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又夠唔得閒啦。所以咧，所有嘅蟲蟻咧都唔應該殺，無論係乜嘢理由啊。總言之，你要護啦。
但係凡夫嚟講咧，有時都護唔到嘅，係咪？你一腳踩落去就係咯。啊，你去芙蓉山，你想去上去嗰度睇下，成地都係螞蟻，你唔行啊？咁啊，所以你行咁你點咧？你念阿弥陀佛都唔得啊嘛，最好唔好去，因為我近大地地成地都係螞蟻嘅，點去咧？真唔知住喺嗰度嗰啲人啲點行路啊！所以咧要掃咯，揾把掃把，平輕撥開啲螞蟻，等你有路行。咁啊，所以咧唔可以殺蟲蟻，乜嘢都唔可以殺。啊！噴殺蟲水啊，乜嘢都唔得嘅，即係唔可以殺。咁啊，唔能夠叫人殺喎。阿仔，我唔殺得生嘅，你噴啊！咁又唔得嘅喎，即係唔好叫人哋殺喎。教他殺啊！呢個口授啊，呢個教他殺啊，自己殺。自人即失優婆，失優婆失戒。呢個咧就係波羅夷啦。失優婆，失優婆夷戒。咁啊，唔能得軟法，軟頂忍慧世第一法咧就係四家行慧。啊，呢個四家行慧咧就係。啱啱正果啊，種正果四家行之後咧，啊就正果，正果咧就第一嘅衰陀洹，衰陀洹啊阿羅含，衰陀洹咧就係初果，阿羅含咧就係三果啊呢、這個啊呢、這個咧唔能夠正初果、二果、三果，咁唔能夠正果，叫做破戒優婆塞、臭優婆塞、旃陀優婆塞、旃陀羅咧就係淨濁啊、這個、呢個咧。誒、啊、呢、這個印度分開四個階級噶嘛，呢、這個屬於淨濁，所以咧呢、這個救優婆塞即係有救慧嘅，結優婆塞啊有啲結屎，結咧就係、是、誒即係有啲結屎，結屎即係有煩惱嘅，咁啊是名初重，咁啊呢個係殺戒，咁啊第二條咧就係、是、道戒，道戒優婆塞戒雖為生命不得偷盜。乃至一前若破是戒，是人色失優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暖化，放衰陀洹至阿羅含，是名破戒優婆塞，臭旃陀羅結垢結優婆塞，是名二重。咁啊，呢個道戒，道戒咧就以前道戒嚟講咧，就係呢一個道界頭結界嘅時候咧，就話值五前咧就犯呢、這、一個犯呢個重罪啊，所以佢而家菩薩界咧就講到嗱、啊，譬如殺生本嚟殺人啊嘛，咁就係要殺矮子都係犯菩薩界嘅，咁所以咧呢一、這個咧值五道咧道一前都係犯菩薩界，即係犯幾多都係犯菩薩界噶啦，所以咧呢一、這個咧所以就要懺悔嘅，道幾多即係。但係聲聞戒咧就分輕重嘅，聲聞戒你話殺人咁啊犯重罪啦，啊殺大生嘅眾生就中罪啦，咁啊呢個殺蟲蟻咧就是、小罪啦，咁呢個都係咁樣分嘅，不過佢菩薩戒就講得嚴重啲啦，咁啊一前，以前咧咩叫一前咧？一前喺唐朝叫八十個銅錢，等於唐朝嘅八十文，咁啊呢條制戒嘅時候咧。咁啊，當時有個比丘叫迦羅比丘，佢以前咧未出家係大神嚟嘅。咁啊，有人偷嘢啦，咁啊佛問啊摩羯陀國咧，偷幾多錢咧就判死刑啦。咁佢話五錢啦，五錢啫，五個摩耍，五個摩耍咧，摩羯陀國用金幣嘅五個金幣。咁啊，小城嘅人咧就將佢五個金幣咧就折合而家呢個24分之1盎司。咁你而家唔知一盎司幾多錢嘅，總而之嗰時就話$20啦，咁啊而家睇嚟就唔止$20嘅，總而之唔好煩啦，啊五錢啊五個銅錢啊五個喺唐朝嘅咧一錢咧等於80文錢，咁啊呢一個咧五錢咧就犯重，四錢咧就係中罪，啊呢個咧一二錢嗰啲啊小罪。所以咧，呢個又係一樣嘅，所以容易犯，呢個係容易犯。你買個盜品軟件已經唔止五錢啦，整個 Colozo 啊，幾千蚊嘅咧，你一揼咗$10啊，買咗翻嚟，咁呢個咧，呢個屬於犯呢條界，因為你個個都走去盜品，都冇人去開發軟件，你冇得用咯啊！所以咧，呢啲嘢唔可以犯盜品嘅啊，唔可以，尤其是電腦嗰啲啊，唔可以偷嘅 Colozo 啊嗰啲啊嗰啲全部都唔得啊！所以咧呢一個就要小心啦啊！所以咧呢個道戒咧容易犯，又犯咗咧要懺悔，
咁啊，正式偷就唔會嘅。咁啊，不過問題咧就係、是、呢、這個咧要好小心嘅，因為好易運到嘅。啊，你寄包裹嘅時候咧，執封信落去都唔得嘅，因為點解咧？包裹還包裹，信還信，寄信就寄信咯，寄包裹就寄包裹咯。你唔好喺包裹裏邊擠封信落去，咁又係犯戒喎。咁啊啊，過海關啊，梗係犯戒啦。你偷瞞税啊，梗係犯戒啦，係嘛？你唔俾唔納税啊，靜雞雞整。整多包煙仔咁都係犯戒嘅，呢個咧就係犯盜戒。咁啊，大網魚呢條咧又係好易犯嘅。不過咧，優婆塞戒雖為生命不得虛説，我得不淨觀乃至阿羅行持破戒優婆塞，是人色塞優婆塞，優婆戒上不能得免毀諷。衰陀洪至阿羅行是名破戒優婆塞臭。尖陀羅垢結屎結優婆而是優婆塞是名三重，第三重咧就係大妄語，話自己係佛咧冇犯大妄語嘅，因為冇人信咯，而且又話未有呢個佛王之王咧，佛王之王低啖笑嘅啫，因為佛咧佛要下一個佛叫彌勒菩薩出嚟先至係，咁你唔係彌勒菩薩，你除非你自己話我自己講係彌勒菩薩。因為每一講彌勒菩薩都唔係佛嘅，因為而家都未成佛，佢一生抱住啫嘛。咁你知龍華三會而家都未到，咁樣過幾廿萬年後先至到。咁啊，所以咧，你話自己係佛咧，就人哋當你傻嘅啫，即係唔會有罪嘅。但係你話你自己行個打坐咧，見到乜嘢，咁就可能犯喎。即係如果唔係真係見嘅，如果真係見咧，就叫做增上慢，即係增上慢覺得。見到啲境界話俾人聽，我好嘢啊！乜見到咩？見到咩？係真嘅咧，都係真相夢。其實嗰啲係境界嚟嘅，即係見到嘢並唔係真嘅嘢嘅發夢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就唔係真嘅。咁啊話自己正呢個不正觀啊，正不正觀？點解正不正觀咧？你修不正觀，善根化上現啦。所謂正不正觀就你打坐嘅時候見到停千空都係不正，叫不正觀；成千空都係把瓜咁嘅呢個叫不正觀。咁啊，正到不正觀啊，或者正到呢個五停心觀，每個都有善根化相啊！呢個咧就叫做大妄語。咁啊，普通嚟講咧就係小妄語嘅。問你食咗飯未啊？食咗咁你呢個求其應一句咧，嗰啲小妄語話啫。咁啊，小妄語咧呢啲係有啲係方便妄語，方便妄語咧去探病嘅時候。你唔死得嘅，你唔死啊！醫生話你冇事啊，咁啊，其實醫生話你就嚟死啊！但係你唔能夠同佢講噶嘛，你話哎呀冇事嘅，冇事嘅，哎呀你放心啦。咁呢啲咧叫方便妄語，就有功德嘅，即係唔係有罪嘅，即係呢啲叫方便妄語。所以咧，妄語有三個，所以大妄語咧，就係依家當然要出家人懺悔啦。咁啊，其實你要拜到見花見佛嘅，你即係就要拜到圓上啊！中罪咧就最出家人懺悔啊，小罪咧就自己佛前懺悔得噶啦。咁啊，邪淫啊，優婆塞戒雖為生命不得邪淫，若破時戒是人色塞，優婆塞優婆夷戒是人不能得戀慧。放服衰陀洪至阿羅含是名破戒，優婆塞臭天陀羅垢結屎啊！呢、這個是名四重。佢哋優呢個淫戒咧，呢個邪淫咧就而家就好多人都易犯嘅。咁啊呢個第一邪淫咧就係除咗正常嘅夫妻關係之外嘅都叫做邪淫啦。咁啊即係優婆塞因為可以結婚噶嘛，咁啊出家人啊唔得啦，連呢個正淫都唔準啦，唔好講邪淫，即係唔能夠結婚，唔能夠有老婆啦。咁啊冇老婆係好事嚟嘅，好似我哋而家幾開心嚇，冇冤家，跟住又冇債主喎，每個400萬喎，你養埋佢啦，係咪？養埋佢又邊聽你話喎？佢聽你話都好啊，最驚係唔聽你話啫。所以冇冤家冇債主，所以我哋而家咧呢個快樂嘅70歲，而家68啫，嚟緊70歲。嗱冇病，因為我哋成日放紅生啊，冇病，夠錢使啊，冇感情嘅問題。咁仲有乜問題啊？你話仲有乜嘢問題？出唔出名咯？出唔出名係天賜嘅啫，呢啲嘢出唔出名有乜所謂啫？出名就係咁，唔出名就係咁啊！嗬，咁啊，所以咧係爭在有冇人信你講嘢啫，即係驚呢樣嘢啫。咁你都冇嘢驚喎。咁啊，所以咧
这个出家人呢比较开心啲嘅，因为冇冤家冇债住。咁啊呢个在家人佢就有正常嘅夫妻关系啦。咁啊，第一同居住唔算系夫妻关系咧。如果你同一个对象嘅，咁都系算系正常嘅夫妻关系啦。即系你未结婚啊，未结婚咁就唔算系邪淫啦。即系如果你一个，如果你同居好多个嘅，今日礼拜一呢个礼拜二嗰个，咁都系算邪淫嘅咯。咁啊，第三嗰啲帮衬嗰啲工作者嗰啲算唔算系咧？咁啊，戒律裏邊咧就話唔算嘅，因為你俾錢噶嘛，俾錢啊唔犯啊。咁啊，但係都唔犯正罪啫，唔犯淫戒啫，但係都犯戒噶嘛，破壞家庭幸福係嘛？有咗家庭，所以家庭係一個累贅嘅嘢，麻煩嘅嘢啊，即係破壞家庭幸福，破壞人哋嘅家庭幸福，破壞自己嘅家庭幸福啊，破壞佛教形象啊，大罪咯。所以咧，唔結婚啊，乜事都冇。或者而家越嚟越多人唔結婚，尤其女仔啊，更加唔結婚。為什麼會不結婚呢？大部分很多人，我見到很多人不結婚。第一，他結婚年齡的時候標媒已過駕行無期，他結婚年齡的時候二十幾歲的時候呢就認人家窮了，認人家這個窮不肯嫁，那個窮不肯嫁。大過了呢，那你人工是一路升的嘛，升到第日他變了管理層了，他又三四萬，那你對一兩萬那些初初入行那些又不看不上眼。但係揾到三四萬嗰啲啊，中年人咧，佢又要十八廿二，嗰啲冇得嫁，計化啫。所以咧就好難嫁嘅，要嫁就早啲嫁，唔嫁就冇得嫁，誒好簡單嘅。咁啊，所以咧唔嫁就出家啦。咁啊，台灣啊最多出家人啊，點解最多出家人咧？因為六十五萬六軍，即係六十五萬六軍，咁啊退咗五啊出家啦，啲冇嘢做啊，退咗五冇嘢做喎。退咗五，嗰個退休金唔知養唔養到過世喎，但你出家就有飯食喎，至少有飯食嘅，收唔收係一件事啦。咁啊，要六十五萬六軍，就係六十五萬個女仔嫁唔去，定係你俾休你又多，俾休又多。因為香港啊冇啦，香港好彩冇服兵役嘅啦。如果有服兵役咧，就好多啊。泰國就好多出家人啦，因為點解咧？你去咗出家就唔使當兵啊，跟住佢走去出家嘅你，出完家就要當兵喎，你橫族你又要當兵喎，所以去咗出家就唔使當兵喎，咁啊個個走去出家咯，咁啊所以咧呢一個邪淫，咁啊所以咧除咗正常嘅夫妻關係，就唔准有第二啲關係啦，無論乜嘢原因都好啊，一係就唔受一個婆媳戒，你受咗咧，你就一定唔能夠有邪淫。第四咧。就四眾過啊！優婆塞戒雖為生命，不得宣説比丘、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所有罪過。若破持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暖法。況須陀洹至阿羅行是名破戒，優婆塞臭煎陀羅垢結，優婆塞是名五重。咁啊，呢個説四眾過，説四眾過，而家就。大件事啦，即係個個都説四眾過嘅，明白嚇？即係所以咧，你係唔好理人，因為咧學佛嘅時候咧，有好多菩薩嘅，三個人裏邊咧有一個就係佛，啊，即係有佢嚟幫你嘛，示現啫嘛，係咪嗰啲示現？所以咧，你當你自己係凡夫得噶啦，其他嗰啲係佛嚟嘅，係記得其他啲人都係佛，你唔知佢咪示現喎？嗱，呢個菩薩都攞嚟試探下你啊，示現。自然啊，咁你又去講句是非，咁你係你理得人哋啫，人哋犯戒有人哋嘅原因啊，你又唔知佢係咪犯啊，所以咧我心目中咧到而家嚟講咧冇個壞人嘅，因為個個都係好人，得我一個唔好啫，因為所有都係佛嚟嘅，如果佛菩薩，佛菩薩你都話佢唔好，我真係真係佛菩薩個個都好人啊，即係不過咧仲係講下是非同埋能面嘅，又 WhatsApp 啊諸如此類。所以咧，最好就掟咗個電話佢。我冇電話嘅，我有電話，但係我個電話係唔開嘅，亦都唔聽電話。我唔會聽女眾電話嘅，因為就算佢打嚟咧，嗱女眾誒啲人聽到有咩事啊，問佢有咩事，有事揾我，我先至去聽；冇事揾我唔聽，因為有好麻煩嘅嘢，即係女眾係好麻煩嘅嘢嚟嘅。咁啊，的確係好麻煩。咁啊，所以咧，唔聽女眾嘅電話，因為你雖然是出家人啫，咁啊出家人都是人嚟噶嘛，你撞到佢老公聽電話，點解男仔揾你噶？咁佢梗係大件事啊！出家人嚟嘅，出家人唔係人，咁係大件事。所以咧，我哋唔聽電話，唔會打電話俾女眾嘅，唔會直接打去俾女眾。
亦都唔會接女眾嘅電話，我又冇電話嘅，即係要通過妙中子嘅電話或者蓮池嘅蓮池又冇電話，條蓮池嗰個電話係打出啫，唔打入嘅。剩低個電話啲人聽咗先俾我聽嘅，所以咧最好唔聽電話啦。咁啊冇是非講，咁啊所以咧呢個是非咧仲係要小心嘅。咁啊呢個嗱，咁啊跟住憂苦酒戒啦，憂婆失戒，雖為生命不得孤酒。若破時戒，時人即失憂婆；失戒，時人尚不能得暖。白放衰陀洪至阿羅含是名破戒憂婆失，臭煎陀羅救憂婆失。是名六種孤酒咧，就係賣酒啊，賣酒賣酒咧，就係因為點解咧？酒係即係亂性噶啦，亂性就唔能夠持戒啦。即係五戒酒係遮罪嚟嘅。但係呢個孤酒戒咧係重罪喎，點解係重罪咧？就係賣酒後邊咧仲有條飲酒戒嘅，飲酒唔準飲酒，咁啊飲酒戒，咁啊孤酒咧就係、是、令到大家迷失本性，咁啊呢個咧又唔可以係重罪，咁啊如果你話哎呀咁係賣酒嘅點啊，咁啊改行咯，轉行咯，頭先拎嚟嗰個又轉咗行，佢以前咧係做廚師嘅。因為唱懷化先，我同佢一齊共上下歸依嘅。佢問師傅：阿師傅啊，我做廚師嘅喎，咁我點可以受五戒？師傅你轉行咯，喂，佢真係轉咗行，而家忙唔死啊，仲喺度，證明你可以轉行嘅。即係你孤酒，你做嗰樣嘢，咁你梗要你要受戒，你咪轉行咯。即係唔可以開源俾你，唔好話你唔緊要啦，我都咁唔得嘅。咁啊，善男子若受如是憂婆失戒，乃至自心持不令位犯，則能獲得如是戒果。善男子，憂婆失戒，是名璎珞，是為莊嚴，其香微妙，分毫不變，皆不善法，為善法律，即是無上妙寶之藏。上續大聖大直正處是金露，未生善法地，直法慈心，上得如是無量利益，放服一心，受持不毀。所以呢你的戒得清淨的時候呢，全部的出家人的感應呢是個戒律的感應來的。你戒得是最重要的，因為你要號令天龍八部，你沒有持戒，天龍你要犯戒，天龍八部一見到你要犯戒的都不聽你講的。所以呢阿羅漢那些全部的持戒持得好的，像小城那些，那他的叫一聲，那天龍八部就會去做的，即係會擁護你啦。咁你何樂而不為呢？受咗戒之後，你持戒持得好，咁啊一世都平平安安，好似我哋咁，我哋又冇病啊，即係成世都未睇過病喎。由呢個歸依之後，未睇過病喎，77年歸依到而家未睇過醫生。咁啊，未睇過醫生，咁啊又放紅生啊嗰啲啦，咁啊冇睇醫生，咁你有夠錢使，咁你仲有乜嘢咧？咁啊，所以咧，人生嘅嘢咧。啊！呢、這個琴日講太虛大師啊，呢個養子為佛陀啊，呢、這個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則佛成，是名真實世。實際上面學佛咧，要得到實際嘅利益。實際嘅利益係乜嘢咧？消業冇業，即係唔好俾佢有業發生。一業未到嘅時候咧，你就去做對治嘅功夫，你去拜忏啊，成啊，咁啊放紅生梗係最好啦，即係施食梗係最好啦。呢個係最大功德嘅，都會。佢擁護你添啊！本嚟你嘅冤家債主啊，變咗你咁，你係佢嘅買份幫主，佢成日護持你，咁啊變咗冇病咯。有乜嘢啊？咁啊，所以咧呢一個樣樣都順利，咁啊好咯。學佛呢、這個就係真正嘅嘢啦，消業積福，跟住咧拜佛啊，多啲拜佛啊，多啲做義工啊，呢啲嘢都係積福，咁啊自然會過得好噶啦。咁先至念佛求生淨土，先至盡自己嘅力量念佛求生净土，希望呢一世就可以搞掂啦，吓唔好等下一世，下一世唔知去咗边啊，或者啊，所以咧呢一个咧第啊咁啊呢个跟住咧就讲28轻啦。善男子，以佛说是忧若忧婆失受戒耳，不能供养父母师长，是名忧忧善是忧婆失得失二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咁啊，小戒第一條咧就要供養父母，啊供養父母，咁啊父母養育你，咁啊即係一定要供養佢啦，唔好話老咗之後咧
即係睇都唔睇佢，送咗去安老院攞埋佢層樓，咁啊幾好啊！即係後尾真係俾人哋送咗去安老院，都俾層樓俾人哋攞咗，照顧唔到喎，咁啊一句就講曬啦嘛，天將衰仔子啊，連你啲公屋都攞埋，咁啊，所以咧攞埋你個扣税額，咁啊呢個咧。就係一定要照顧父母啦，呢個係因為在家人咧有父母啊嘛，所以父母咧係生我育我，所以係最重要嘅，唔能夠唔照顧父母。擔落飲酒戒，若優婆塞受戒已，擔落飲酒時，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擔落飲酒，咁啊唔係你話哎呀我病啊要飲酒，要捽鐵打酒嗰啲唔算嘅，啊醫生開啊飲乜嘢都得，白冷地都得。如果醫生開嘅話，醫生敢開你係敢飲，因為呢個係一醫病啊嘛，醫病都要乜嘢酒先治得好啊，整個白冷地啦、攻入啦咁咧都冇所謂嘅。咁但係你擔落飲酒就唔得啦，冇病冇痛你走去飲酒作樂咁啊唔得啦，所以擔落飲酒。酒呢是有酒香、酒色、酒味。酒是什么叫酒呢？这个酒精浓度呢，啤酒是 7%， 啤酒都不行的。但是斯达呢都 2%， 斯达即是苹果汁，苹果汁你飞机上面的苹果汁呢是酒来的，2% 都是算作酒那里，不过人们不当是酒，苹果汁而已。苹果汁经发酵就是酒咯，即是生果的酒都是发酵的。那么有发酵就是有酒香、酒味、酒色啊！呢、這個酒，所以咧飲酒嘅時候咧係逐口計嘅，即係飲一口就計一個罪，兩口就計兩個罪。所以你飲錯咗就即刻擠低，啄翻出嚟咧就冇罪。你飲錯咗啊，飲錯咗就冇罪。你冇開雲鏈都錯，咪飲埋個樽佢啦。咁啊犯好多啦嚇，即係煙犯嘅，飲一次就犯一次。所以咧你飲酒咧就如果你話酒個菜裏面有啲酒，有落咗啲酒啊，咁你食到咁咪少食啲咯。如果唔能夠唔食嘅，咁你咪當佢係即係調味咯。因為你擔落飲酒，嗰啲唔係飲酒，佢落咗酒啫嘛。但係你又唔好特登摳啲有酒嘅嚟飲喎。所以我哋超級市場買嘢咧就好小心嘅，即係冇雞蛋嘅。咁啊有時買錯都冇辦法嘅，成日都買錯噶啦。一陣間又而家仲衰嘅咩等數、奶數。咩都唔係全數，分數都有喎，即係有分有數，落咗豬油咪叫分數咯。有豬油嘅，但係叫分數。咁你樣樣都係數，所以咧呢一個素食咧真係好麻煩。你全數咪好咯，所以揾緊啲全數嘅。啊，一陣落埋洋葱落去又唔食得喎，因為葱啊嘛五辛啊嘛，啊好大陣味。咁啊，所以咧呢個咧擔落飲酒戒。咁啊，第二不沾病苦戒，若優婆塞受戒已，惡心不能沾是病苦，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咁啊，呢個咧唔去睇病啊，犯戒嘅，即係人哋有病，優婆塞有病咧，應該去睇嘅。但出家人有病咧，冇叫你就唔好去。出家人應該冇病喎，出家人呢啲出家人消災延壽啊，點會病咧？話人哋消災延壽咧，自己梗係可以消災延壽，唔係點同人消災延壽啫？所以出家人咧，多數咧，啊法師有病咧就佢冇叫你又唔好去啊！即係法師啊，啲病情點啊？點解醫唔好啊？但有冇念藥師經啊？咁啊，係嘅大件事啊！所以咧，呢個出家人咧就唔歡迎人哋探病啊！第日你而家冇病啊，第日有病嘅時候咧，你唔好嚟探我，因為點解咧？因為呢個係唔好嘅嘢，唔係話事嗌我事現代眾生受罪，呢個事現係你事現啫，我哋事現唔到嘅。咁啊，所以咧就但係你普通嘅父母有病啊，即係親戚朋友有病，應該去睇病嘅。但係出家人咧，你冇叫你又冇去睇病嘅，即係呢個法師有病，我哋去睇病啦。咁唔得嘅，即係因為點解咧？法師覺得好慚愧啊，點解整咗收收下變咗有病嘅，擋唔住啲業嘅，咁又教人哋擋業，係咪咧？又教人哋消業，又教人哋擋業啊，自己擋唔到，咁啊，所以咧就。所以咧，我每一次想病嗰時，我就話我都病咁，交代唔到喎。就係所以咧，都係冇病嘅啫。你都冇俾我病我咁啊，因為我哋人哋個個睇住我哋又放蒙生，又持戒，一日收十幾個鐘頭都有病，咁點算好咧？係嘛咁啊，所以咧都係冇病。咁啊，所以咧。
有病都唔出聲啊，咁啊就去自己食藥就得啦，自己買啲成藥咁啊食食下就會好啦嚇，捱下就會好噶啦。咁啊，所以咧唔睇醫生嘅，而且醫生咧都係咁醫嘅啫，即係我以前都係做醫生嘅，以前咧變咗喺泰國嗰度錯藥台補嘅喎，啲人嚟睇都唔知咩病嘅，或者係食榴蓮食到胎動又揾我，叫佢唔好食啦，食榴蓮嘅胎動。叫佢唔好食，唔得噶，我一定要食，一定要食，你冇嚟睇嘅，唔得喎，我一定要嚟睇你嘅，你大件事，所以做醫生都好慘嘅，咁啊醫生都估估下啫，都唔知咩病啊，除非佢嗰啲西藥啦，有特效藥，嗱呢個病又用乜嘢藥，咁就會佢又會醫得好咯，落得中啊會醫得好，但係多數病係唔知道乜嘢病啊，醫生都係靠估啫嘛。所以醫生靠估，不如你自己估咯，因為你24小時對住個身體，你估得仲好過醫生，所以咧唔好仲睇咁多醫生嘅，醫生有啲藥咧令到你嘅身體咧傷害咗你嘅身體，整唔翻嘅。咁啊呢個藥優婆塞嗱呢個第四條，見乞者不與戒第四，藥優婆塞受持戒已，見有乞者不能得多少隨而與蓋糞與。空顯凡者是優婆塞，得失意在不墮，不起墮落，不淨有作。所以咧，見黑者來咧，你應該俾錢嘅。咁啊，所以咧，啲人冇錢啊，揾我咧，我都會俾嘅，俾100-120都會得嘅。多啊冇，我因為我不足金錢啊嘛。我哋係不足金錢，點解不足金錢咧？我哋自己冇錢嘅，因為呢個係政府規定嘅。我哋咧，法師咧係。總共事係唔攞錢嘅，即係董事同埋總共事都唔能夠攞錢啦。你非牟利慈善團體啊嘛，呢度又非牟利慈善團體啦，佛青又非牟利慈善咧。我哋廟宗子啊、蓮池啊，全部都係非牟利慈善團體嚟嘅，所以咧就唔能夠攞錢嘅，即係唔可以攞錢啊，唔可以有私人錢啦。錢係佛堂嘅，我哋當然有錢啦，但係錢係佛堂嘅，唔係我嘅。咁啊，但係有啲黑衣嚟咧都會俾嘅。只能夠俾多俾少，就唔能夠完全唔俾，完全唔俾咧就令人哋好失望啦。所以咧，而家咧少咗啦。以前咧好多嗰啲假冒嗰啲出家人嚟攞錢，而家冇嗰啲，佢哋好似唔俾入嚟啊，入唔到嚟啊。而家政府守得好嚴啊，同埋咧，你一企入黑名單咧就唔俾啊。而家好似呢啲幾個月好似完全冇曬咁啊，以前仲係有嘅。咁啊，第四見尊者不起承迎禮拜，第五若優婆塞受戒已，若有比丘比丘尼長老先受先宿優婆塞優婆夷等不起承迎禮拜，問信時名優婆塞得失已罪不定墮落有作。咁啊，第一打招呼咧，要人哋見到嗰時打招呼，你唔好喺後邊大聲嗌。阿法師早晨，係嘛？第成個大氣喎，大佬後邊點解有把聲嘅？或者做下嘢，突然間法師早晨咁，你咁係大件事啊！所以見到法師咧，唔應該嗌早晨嘅。你係咁多人，法師早晨，法師早晨，你100人，咁我咪應你100次。我嗌一聲早晨啊，唔叫你咪居士早晨，你都係大件事啦。你係100個人嚟嗌，我應100聲，咁我好大件事。所以咧，見到法師咧就合掌企定，咁啊算噶啦。見到你見唔到你都好啦，法師咧心情好嗰時啊點下頭，心情唔好嗰時你啊當佢睇唔到，我哋係唔好一定要法師，點解你聽唔到啊？法師聽唔到啊？即係法師點解唔理我咁？我理你，冇得閒理你啊！你咁多人嚟拜祖先啊，叫法師早晨，法師早晨，法師食咗飯未啊？咁你明知我錢你叫食咗飯嚟嘅，所以咧呢啲咧全部都係唔好嘅，所以見到法師咧，應該就企定咁啊合掌，即係又唔好出聲，因為法師問你嘢，你梗係答啦。但係冇嘢，你就唔好同法師傾偈啦，因為啲法師唔得閒啊，點得閒應你咁多嘢？啊，我哋24小時都要修行嘅，咁你成日應你啊，冇時間修行咯。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就係法師咧，就唔係講世俗嘅禮儀嘅，唔係話有叫你都唔睬我。唔會嘅，法師咧係唔同你哋，所以咧你哋有100個人嚟叫100聲，咁法師又去睬你咯嚇。所以咧呢、這個咧，你當你見到法師嘅時候要做嘅嘢，咁啊第四見四眾偉界心生驕慢界大佬，若優婆塞受戒已，見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毀所憤戒啊！這個、呢個咧。
所運界生生招問啊，呢個言我。我姓比，比不如我是優婆塞，得失意在不動墮落有作、啊、所以呢這個呢心心驕慢，你見到人家犯戒呢你好開心嘅，係咪犯戒咁、啊、所以呢這個人唔得嘅，咁你因為你唔知人哋真係咪真係犯戒，因為佢自然都唔定喎，佢自然喎，你點知佢犯咧？你唔係佢個心、啊、因為尤其是呢一個菩薩戒。殺盜淫妄都可以示現的，可以犯的，為了救人做殺盜淫妄都可以的，即你所以呢你又不可以見到別人犯戒你就覺得他是犯戒，你覺得個個都是菩薩來的，你一個人是凡夫就可以了，你沒有看人看自己、啊、這個供自己，只能夠供自己有沒有犯，不能夠看別人有沒有犯，所以呢人家說別人有沒有犯呢，你就行開費事加多個罪落去，為什麼你知知多啲咧都冇著數咯，呢啲嘢冇著數喎，知道又點啫？八卦生問，未必係真噶嘛，就算係真嘅，咁又點咧？同你有乜關係？冇關係嘅嘢，唔好理佢啦。咁啊，第七若優婆而受持戒已，一月之中不能六日受持白光齋戒，是優婆失德失義罪。所以咧，你守六齋日啊，六齋日，六齋日咧，六齋日咧呢、這個。初一啦，十四、十五啦，初一、十五，咁啊廿三，啊呢個初一、初八，啊廿三，啊廿三，咁啊呢個廿九、三十咁嘅，即係總而言之係六齋日，六齋日咧就要守白光齋戒。咁你話我翻到工咁點好？點好啊？我點做白光齋戒？咁你翻到工，你一樣可以食齋嘅啫。咁你話？咁我而家食過午嘅喎，因為白君齋戒要過午不食噶嘛。咁而家過午嘅喎，咁啊正式嘅過午嘅時間咧，有個增太陽時嘅。增太陽時咧，守得清淨咧，你就去天文台嘅網站嗰度睇，佢有日日都有日中天嘅日中嘅時間，日中嘅時間啊。今日好似啊十一點，總之啲而家香港咧十一點四啊幾分啊，呢個唔會過十二點嘅，有時佢十二點十五分。現在呢未過十二點三十分，所以呢這個香港的經緯度呢就好一點，就是過十二點前就一定對的了。不過問題呢就是台灣呢有時是十二點三十幾十一點三十幾分就過午，即是你要看太陽過中天的時間，日中時間它給幾個時間，你說潮汐漲退時間，太陽過中天的時間，日出時間，日落時間，給你開車嘅時候可以開燈唔開燈噶嘛，佢日出時間、日落時間、日中時間、潮汐嘅時間，咁佢有一個表嘅，成個表俾你睇。不過咧，你又唔使啦，你總而之守呢、這、一個守呢個平太陽時，咁啊十二點之前食啊冇事。不過我哋都疏做過十二點啦，個個佛堂都過十二點噶啦。咁啊，所以咧，如果你話真正論理上嚟咧，其實我哋係呢一個就。虛雲老和尚都話一點，即係唔過一點，咁啊一點都係正式啦。其實喺印度嚟講咧，就係十點到兩點嘅嗰個日中啊，日中日夜六時啊嘛，十點到兩點，咁啊呢個時間咧都食得㗎啦。即係一平太陽時咧守十二點啊，如果你守印度嘅時間咧一夜六時啊嘛，咁啊十點到兩點喎，咁啊好啦，即係實講到啦嚇，咁啊。咁啊，就算講唔到都冇咩問題嘅，因為呢個你可以日中一食啫嘛，日中一食就係朝頭早唔食嘢咯，朝頭早食啲垃圾嘢，食啲即係食啲輕可嘅嘢啊，即係唔係食面啊，食食得飽嘅境界，咁啊叫做零嘴，咁啊朝頭早，咁我哋多數早日中一食嘅，我一食一餐嘅啫，晏晝食一餐，朝頭早咧我哋起身啊落啲菜食啊，咁都係。都係叫日中一食啊！我哋日中一食，咁啊朝頭早唔食面、唔食飯、唔食粥，咁你晏晝就幾時食都唔緊要啦。日中一食行頭陀行，咁啊呢個咧呢、這個六齋日，咁啊六齋日裏邊咧呢、這個白光齋戒啊，即係要守白光嘅，咁啊呢、這個守白戒，咁啊呢個過午不食啦，啊唔好化妝啦，咁啊咁啊呢一個。夫妻咧就唔好同房啦，咁啊呢個好簡單嘅，咁啊呢個不
北往聽法第八，若優婆塞受持戒以四十里內有廣法處，不能聽者，是優婆塞得失而在北起墮落有作。咁啊，呢個四十里內有廣法處，四十里咧就係、是、一日可以來回嘅。咁而家慘啦，一日可以來回嘅，日本又得，美國好似唔得，有啲加拿大都好似唔得，但係啲澳洲都得喎。咁啊，所以一日來回，咁啊變咗全世界都有人講經，你咪好唔得閒啊！好唔得閒咧，攞本。你啊讀經啊轉咗你有嘢做啦，所以你日日做早課喺度讀緊經，唔得閒去聽經，你都可以嘅係嘛？你或者得閒開個網睇啊，開個網睇啊，邊個法師講經聽兩句，咁都叫做有聽啊嘛？咁啊，所以咧呢個係都係優婆塞咧，日日都要求學咁解。我哋都要求學，我哋日日都要學習。我而家仲係學緊嘢，我咧啊出咗家幾廿年，仲要學嘢嘅，即係一路學有啲嘢緊，有啲嘢你唔識嘅，所以咧得多啲上網睇下咧，都係辦法嚟嘅。咁咧四十里呢個咧，就係話如果得閒而唔去嘅，咁就變將自己整到唔得閒咯，或者唔想去又唔得閒。咁啊，所以咧你開個網睇啊，嗱咧睇緊個網。嗱咁啊，所以咧受僧密第九，若優婆塞受持戒以受持挑提卧坐重坐，是優婆得失而在不起墮落有作。這個呢個咧俾啲大董事嘅，大董事咧就自己霸間房嚟喎，嗰啲斯羅啊嗰啲大董事，即係佢係董事啊嘛，咁我哋霸間房喺度，其實唔得嘅，呢個係真物嚟噶嘛，所以咧俾出家人住嘅，即係你又唔係喺度長住，你喺度幫手，你都話可以住啊，但係你又霸間房喺度，我得閒嚟住啊，咁梗係唔得啦，所以咧呢個咧就係招提僧物惡句咧。呢、这個你喺佛堂參加八關齋戒唔同，佢特別俾你嘅嚇。呢個就唔同嘅，即係但係咧誒，表示你出家人同在家人有分別咁解啫。誒一飲從水戒第十，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而水有從故便飲之，是優婆塞得失已在不起墮落，係不淨有作。咁啊，所以咧能夠飲從水，明知啲水有從嘅，所以飲咧咁啊唔得嘅。咁啊而家。多數水喉水都冇蟲啦，水喉水都冇問題嘅。以前要濾水囊嘅，濾水囊咧就一塊紗布掹住個樽洞咧，倒吸落去啲水，咕咕咕咕，咁啊走咗個樽洞咧就過濾啦，冇蟲嘅。因為以前喺山坑飲水啊，喺城咁而家啲飲同水咧就唔得。咁你話誒咁益力多咧，益力多好多菌啊嘛，益生菌啊，七百萬益生菌，咁咪有辦街咯。呢、这個咧唔以天眼睇嘅，你睇到一條蟲喐下嘅叫做蟲水，你係唔能夠講佢細菌啊睇唔到啊，細菌病毒仲細添啊，三粒米啊兩粒米，咁啊所以咧呢、这個仲細啊，呢、这個唔能夠以天眼睇嘅啊，呢個要肉眼睇到有蟲喐下你就唔好飲啦，咁啊若優婆塞啊唔好淋花啫，攞嚟叫人哋淋花都唔得嘅，因為有蟲啊嘛。所以咧，蟲蟻都係眾生嚟嘅，所有嘅嘢，總之你殺生越少，你就越少病啦。啊，所以咧，嗱，你啊唔好，你話冇所謂，咁第日你亦都唔好叫痛就得啦。若優婆塞受持戒已，險難之處無共獨行是優婆塞得失已罪。咁啊，唔好特登走去危險嘅地方，去咁危險嘅地方，危險無共獨行啊！你走去危險嘅地方打緊仗，你又特登要去咁嘅。梗係唔得啦，咁啊，所以咧呢個咧係講你要因為優婆塞要顧自己嘅生命，要嚟修行噶嘛，所以唔可以走去蹦珠跳啊、攀崖啊嗰啲咁危險嘅嘢啊，你千祈唔好夠劑蹦啊蹦珠跳啊，綁住只腳咁跳落嚟嘅，所以咧未必一定好玩嘅嚇，潛水又未必一定好玩嘅，即係所以咧呢啲優婆塞應該咧就。即係避免啲危險嘅，咁啊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讀宿尼子戒時，優婆塞失意在不起墮落有作，所以咧唔可以喺個尼子裏邊住。我哋香港係尼子啦，我哋呢個妙宗寺同埋蓮前咧都係男眾嘅，所以咧女眾夜晚就要走噶啦，日落就要走噶啦，即係異性咧。日落日出日出天氣喺度咧，日落就要走。咁我哋多數啲工人嚟嘅，咁佢天黑就走噶啦。咁啊，所以咧唔可以獨宿喺呢個尼子裏邊。咁啊，因為咧會損害人哋嘅聲譽。若優婆塞受戒已第十三受持戒已，為財命打發奴婢
仆人外人是丘婆塞塞记罪，而家就唔会啦。飞龙你打佢，未打佢已经告你，咁啊，所以而家就唔会打奴婢，因为你要服侍奴婢啊，服侍啲奴婢，服侍得好嗰啲同你打工，服侍得唔好嘅都唔死唔宰你，你冇福利嘅都唔通。嗱，所以咧而家时代就唔同啦，所以但系以前咧就要打骂奴婢嘅，而家冇。咁啊，知曾食戒四宗啊。戒第十四，若丘婆塞受持戒已，若已曾食施于四众，是比丘丘婆塞丘婆而生二睡得生二不起堕落有作。咁啊，呢个咧知曾食就系啲曾食咧有曾食同埋宿食，曾宿食，曾食咧就系食剩嗰啲嘢，咁啊摆落个第二日咧就叫做曾食，宿食咧就系同啲熟食物一齐瞓觉叫做宿食。咁啊呢个知曾食咧就话今日食剩嘅嘢。聽日就供啲人，所以咧呢、這個係唔得嘅。尤其出家人啊，你要俾啲新鮮嘅嘢，即係好嘅嘢啦。咁啊唔可以黐層食。第四咧第十五若丘婆塞受持戒已，出貓離持丘婆塞得生二罪，不起墮落有作，唔准養貓離豬狗。貓離豬狗咧，因為佢會殺生嘅，所以你唔可以養。咁你話我哋又養咁多嘅，我哋佛堂。我哋係收留啲貓嚟豬狗啫，綁喺棵樹度，綁住喺度。自明知我哋經過，綁喺棵樹度，俾我哋都冇辦法啦。嗰啲貓仔誒，擠喺個鞋盒度，擠喺個觀音前面，咁你又唔養佢都唔得。所以我哋並唔係養貓而養貓嘅。咁啊，所以咧，因為貓嚟豬狗咧，所以咧最好唔好養寵物啦，就會佢會捉啲重生啊嘛，嗰啲傷害眾生。咁啊。這個呢就不准的，那貓來豬狗畜獸呢就要來吃的。若丘婆塞第十六條，受戒已，畜養象馬牛羊陀羅一切畜獸不淨施，未受不淨施未受戒者，是丘婆塞得失已罪，不起墮落有罪。第一，這些羊陀啊，這些要來做苦工的，做苦力的，或者要來吃的，這些人不得。那這裡說呢就是不淨施未受戒者，不淨施咧，你就要作淨施法啦。譬如你有工人嘅，嗱呢啲嘢係你嘅嚇，你同我養咧，咁叫淨施啦。即係啲當啲嘢唔係你嘅咁，即係呢個都唔係咁好噶啦。但係咧，正式嘅真正嘅施咧，應該俾咗人嘅。咁啊呢個不觸三衣撥象戒第十七，若丘婆塞受戒已，不觸。速嚟增騎石像啊！施丘婆得失記罪，不起墮落有作。咁啊，呢個咧速呢個三衣撥像，因為呢啲三衣撥像咧係以前咧啲物資困乏嘅，即係少啊，唔係話一買就有嘅。所以咧啲第一，你速呢啲嘢咧，三衣石撥呢啲全部都係出家用嘅。你咧日日都要諗住要出家，所以你要自己整定一份嘢喺度，第二日總係出家用嘅，因為咧臨急臨用買唔到啊嘛。咁啊，第二人哋要出家可以俾人哋，咁啊而家都冇啦，而家更簡單，而家要更方便啦。呢個去流通處一買就有啦。所以而家呢條咧反為唔係咁重要啦，出咗之後咧你唔用咧反為嘥咗佢添啊。所以咧呢個唔係咁重要咁重要嘅嘢，即係有啲係重要，有啲人唔重要，有啲以前係重要，而家唔重要。咁啊，作田不求淨水，呢個水陸眾處戒第十八，若菩薩受持戒已，若為生命需作田作，要種田嘅時候咧，不求淨水，即係唔去求啲水乾唔乾淨嘅啫，因為你淋水嘅時候咧，啲水池啊裏邊有啲蟲啊、蚯蚓啊、有啲蝌蚪啊嗰啲，會死好多眾生。一淋落去咧，而且有螞蟻啊！啲田裏邊有螞蟻噶嘛，所以要種嘅時候咧，要梗陸種就唔好水種。水種就特別多嘅，特別所謂水稻啊嗰啲裏邊特別多蟲蟻嘅。啲水稻咧一有水嘅時候咧，魚啊、蟲蟻啊、乜嘢入邊蝌蚪啊，乜嘢都有。到啲水缸嘅就全部死曬。咁啊，所以咧呢、這個種咧就用果樹啊嗰啲咁咧，撥開啲泥，擠一粒種子落去，咁啊成棵樹喎。咁啊呢個叫陸種。咁啊所以咧。丘婆塞如果要種田的時候咧，唔好種水田啊，即係唔好用啲有蟲水嚟淋啊，即係盡量避免啦。咁啊，第十九啊，屎翼糞埋斗稱不平，戒第十九。若丘婆塞受持戒已，
以生命約作市場，亦糾正賣物，一説價意，不得前卻，舍賤摧貴，糾正良物，任前平任，如是不平，應予令平，若不作如是，是因何得失義罪？所以呢，你街市嘅時候呢，第一，你係賣菜嘅呢，唔好呃錢咁啊。第二，你啊唔好同人哋講價，人哋要幾多，咁你一就買，一就唔買。你唔好人啲人要嚟維生啊嘛。所以我去街市，人哋最開心啦。師傅嚟喎，點解賣唔好？咩咪攞啲嚟賣俾你？咁啊好啦，冇所謂。咁人哋都唔係我，邊個都買咗翻嚟俾你處理。咁啊，所以咧又唔會講價嘅。你一係就買，一係就唔買。你唔可以同佢講㗎。啊！呢、這個平啲得唔得啊？咁即係呢啲變咗你咧，佛弟子都講價，咁所以咧，你一係就睇人哋有牌喺度，你就睇睇到啲人啱就買，因為有好多價錢唔同啊嘛。咁啊，所以咧唔可以呃稱，但係亦都唔可以嫌人哋貴，或者講咗價就一定要買啊！你唔好講價，講價又唔買，咁人哋係鬧鬼嚟嘅，咁啊失咗個佛弟子嘅聲譽。若優婆塞嗱，非時非處行欲。若優婆塞受持戒意，非處非時行欲。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有作。雖然係正常嘅夫妻關係，非處即係公眾嘅地方啊，咁啊非時唔係嗰個時間，即係唔係夜晚啊，即係呢啲非時非處啊，呢啲咧都係唔啱嘅啊。雖然係正常嘅關係，但係都唔啱嘅。咁啊，若優婆塞受持戒意，啊呢個相反古賣，不輸公税，棄道去，是優婆塞戒得失義罪，不起墮落有作。所以咧，犯國法即係犯戒啊，所以你唔可以走私漏税嘅，唔可以欺瞞啊，呢個騙税啊。犯國制教第二十二，若優婆塞受持戒意。若犯國制，是優婆得失義罪，不起墮落有作。所以咧，呢一個佛弟子咧，犯國法咧就係、是、犯戒。所以咧，呢、這個太虛大師咧就話以佛法咧嚟到教國，即係要一定要遵守國啦，要愛國啊！呢就係太虛大師特別強調嘅。所以有國先至有家嘛，有家先至有你嘅。所以咧，愛國愛家。咁啊，唔好犯戒，即係啲冇必要犯戒，即係冇唔可以犯戒，唔可以貪一時嘅嘢去犯戒。咁啊，若優婆塞得生受持戒已，得生谷啊、果瓜菜魚，不先奉三寶，先自受者是優婆塞得生意，在不起墮落有作。所以你買咗啲生果之後咧，你又攞啲去供佛，咁啊可以食啦，啊供完佛梗係可以食啦。但你買翻嚟咧，攞啲去供佛，咁啊變咗又有供佛嘅功德，又有食嘅功德，咁啊所以咧呢個咧，如果未供佛先自己食咧，咁啊唔好啦，因為佛啊睇住你哋對住個佛食啦，我有得食，你冇得食，咁啊就所以咧呢、這個又唔得嘅，即係你起碼咧你都買翻嚟咧，啊攞啲去洗乾淨啊，擺上個佛壇度，我諗相信大家都會噶啦，要個佛壇嘅，唔好嘥。冇嘥咗啲功德，咁啊呢個增不説法取自作者啊，若優婆塞受戒已，增不聽説法切贈作自作者是優婆塞得失義罪。所以咧，你要講經，優婆塞第日要講經要成咧，要求師傅，即係師傅准唔准許你講，或者喺佛堂裏邊啊，喺佛堂裏邊咁師傅准你講。所以咧，優婆塞講經咧，多數有師傅喺度咧，都係頂禮師傅然後上座嘅。咁啊，呢個咧，即係問師傅，我講唔講得經啊？咁師傅冇理由話你唔講得嘅，咁啊，你講咁啊，冇罪咯。咁啊，呢個第二十五，若優婆塞受持戒已啊，在道路比丘沙彌前行，是優婆塞得失義罪，不起墮落有作。咁啊，行路咧，出家人行先。咁你明知佢係沙彌或者出家人。無論佢係真定假嘅，你都要你俾人先著咗衫就係真㗎啦。你哋得佢真定假，你都唔知佢真定假。但係咧，著咗衫就係㗎啦。咁啊，優婆塞受持戒已，增中扶食，若偏與施選擇美好過分與者，是優婆得失義罪，不起墮落有作。所以咧，直食飯，你陪師傅去食飯，即係夾啲好餸俾師傅，咁人哋第二啲唔係啊？你師傅就係上人，人哋下人。
所以咧，你唔可以夾啲好餸俾師傅嘅，即係大家食咁咧，大家自然會夾餸噶啦，就唔好話唉將啲嘢好食嘅嘢俾師傅，咁啊唔得嘅。啊，過防雨咁啊，養蠶戒第二十七，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養蠶者是優婆塞，得失而罪。養蠶咧就而家就少人養啦，不過以前仲有嘅，而家都有嘅。因為養蠶係特別唔得嘅，就係啲蠶咧。因為佢要蠶蛹，裏邊有吐絲啊嘛，咁啊變咗第日變咗個蠶蛹，個蠶蛹咧你係抌落水度，咁啊啲筷子翹翹翹翹翹，咁一條絲，一隻蠶緊一條絲翹出嚟嘅，即係一隻蠶緊一條絲噶嘛，要剝翻啲絲出嚟，咁啊一條絲就係一隻蠶緊啊，好長好長一條絲，咁你即係整嘅時候，啲蟲蛹咪死曬咧，吱吱聲，用滾水淥噶嘛，啲絲先會甩嘅，因為佢膠質噶嘛，所以咧呢個養蠶係唔俾，所以咧在家人咧。最好即係蠶絲啊，嗰啲小雀添啦，唔好講話養蠶啊。但係咧，佢冇嘅戒咧，咁你你橫掂，你都唔係出家菩薩，出家菩薩就要好嚴嘅。但係你都係守個戒啊，守個嘢。如果你守多啲咧，有功德嘅，咁啊唔好守少就得啦。但係又唔好過分多，又唔使話乜嘢，因為你始終都係優婆塞啊嘛。咁啊，第二十八行路見病捨去不去第戒第二十八，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行路之時遇見有病者，不往瞻視啊，為作方便扶足所在而捨去者，持優婆得失已罪，不起墮落有阻。因為行路嘅時候見人有病啊，你捨去不顧咧，咁就唔得。但係你去醫佢亦都唔得，你唔係醫生嚇，你去掂佢亦都唔得，因為你。你可能令到佢傷勢更加嚴重，你只要同佢打電話999報警，或者通知有人嘅地方咧叫佢報警，咁啊你都唔能夠唔理佢嘅，因為點咧？咁咪得一個人，咁你唔去救佢咧，就冇人去救佢啦。但係你唔可以唔，當然你唔係醫生，你梗係唔能夠落手去救啦，又唔能夠俾藥佢食啦，又唔能夠剩啦，而家好多問題嘅，即係你咁啊，所以咧可以通知啲。統治啲路人啊，報警啊，諸如此類啊，即係等到有警察嚟，你先至走啊，咁先放心。咁呢個都好嘅。咁啊，呢個咧就二十八就講完啦。咁啊，呢個二十八輕善男子，若優婆塞至心受持，如是戒是人名優婆塞中崩陀利崩利華優婆塞中微妙上香優婆塞中清淨蓮花。優婆塞中真實增補，優婆塞中丈夫之人，善男子如佛所說，菩薩有兩種，一種是在家，一種是出家。出家菩薩名為比丘，在家菩薩名優婆塞。出家菩薩持戒是為不能，在家菩薩持戒是乃為能。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持。所以咧，菩薩方有兩種，一種係在家出家，出家咧就容易持戒嘅，因為你食雜都唔得，人哋見到你係鬧鬼你，但係你唔知啊，人哋你受咗菩薩戒，人哋唔知噶嘛。所以咧，在家菩薩咧，呢個在家就反為能持戒過出家，所以點解我哋啲衫咧成日都唔改用？等我成日都蓋西裝，著西裝幾好啊！但係著咗西裝，你咪可以亂咁做，人哋唔知你係出家人啊嘛。所以佛啊，特登叫你著奇裝異服，著得快啲嚟十丈都見到，咁你就唔做得壞事咯。所以佢幫你持戒，咁咪話你嗰個衫點解咁落後嘅？點解落後都要著咧？就係因為知道你係出家人啊嘛。你著咗之後咧，三世諸佛形象，咁你就要保持個形象啊。咁你唔可以亂咁做。所以在家就冇啦，在家唔知你係咪。咁我哋咧。跟住咧就答埋啲問題先啦。如果自院中工作需要掃地，也許多重禮，若不小心掃到家，是否受了殺戒？應如何？因工作上好多避免，自院裏邊要掃，咁問師傅咯。阿師話要重掃唔掃得，要嘅話要唔好掃都唔使掃。OK 啦，咩你話我就叫你唔使掃。所以咧呢、這個掃嘅時候咧有重禮就避免掃佢嘅，咩啲龍眼跌落嚟啊，咁好多重禮噶嘛。咁你等人慢慢嗰啲唔知嘅人去數咯，你知道就冇數。
因為掃一日又會乾淨得去邊嘅，係嘛？點解日日要掃地我又唔明點解日日要掃地？我從來一年360日都冇掃過地嘅，我真係我講我間房啊，咁樣掃地啫，掃地好乾淨咩？心乾淨就得啦。所以咧呢、這個咧，但係你念乜嘢都冇用啦，一路念阿彌陀佛都冇用噶啦，即係一路殺心一路念都係冇用噶啦。所以唯有咧避免見到有重禮嘅地方啊，兜路掃啦。咁啊，見老公出外時東。當他取銀包撳機，那錢更中要我代手持。他唱的啤酒飲喝的啤酒一兩秒，我應怎樣懺悔？是否你老公攞銀包捉金錢啊？你講呢、這個係沙彌戒嚟㗎，呢、這個唔係菩薩戒嚟㗎。所以攞酒呢度亦都冇講攞酒戒，呢度講你自己唔飲酒啫，冇話你唔攞得酒嘅。攞啲酒俾人嗰個係梵網菩薩戒，梵網菩薩戒咧就唔能夠攞啲酒俾人哋飲嘅，咁嗰個係犯戒嘅。但係呢度冇啊，優婆塞戒，所以話叫你有乜嘢戒就持乜嘢戒啦，冇人叫你唔掂錢嘅。呢個沙彌戒嚟嘅，呢個唔係你嘅戒嚟嘅，你唔使驚。咁啊，呢個頂禮師傅吉祥，呢個吉祥又係大問題。吉祥嘅達斯達利呢個係西藏嘅嘢，成日師傅吉祥。阿彌陀佛咪好啲咩吉祥做乜嘢啫？我夠吉祥，做乜成日叫吉祥？所以呢啲係台灣嘢啊，啲台灣嘢唔係本土嘢。所以咧，我哋係香港人，我哋叫阿彌陀佛得啦。咁啊，弟子已在受在家菩薩戒，是否在皈依？皈依咗㗎啦，皈依裏邊有你係受咗菩薩戒。呢個菩薩戒咧係別行立嘅，即係你皈唔皈依都得嘅。但係問題咧，你係原則上咧，你應該皈依咗，然後咧再受五戒，然後再受菩薩戒，咁係正統嘅做法嚟嘅。咁你話我未皈依就受菩薩戒，咁嗰個接受你受菩薩戒嗰個冇問你啫。你皈依咗未？未皈依都受菩薩戒，咁啊亦都唔使驚，因為你受戒嗰時就做埋皈依嘅啦，即係都唔使驚啦，都皈依佛嘅啫。所以咧，菩薩戒係大過所有戒嘅，你在家菩薩戒啊嘛，在家裏邊最高嘅戒。所以咧，又唔使再皈依，因為你受咗菩薩戒，橫掂都可以受咗就受咗，即係當皈依咗咯。你唔可以話啊，我受咗菩薩戒啊，我喺圓明寺受咗菩薩戒，我而家嚟皈依你啊，咁人咧笑到碌地嘅咧，即係你嘅菩薩戒，而家我哋嘅皈依好嘢喎。咁啊，你墮胎是否犯戒？收空忍不到令丈夫打冷佛仗出佛生意是否犯戒係嘛？墮胎梗係唔得啦！墮胎係最嚴重嘅，因為點解咧？嗰個要排隊噶嘛，入胎要排隊嘅，輪咗幾百年先係輪到你嗰度，咁你一下就攞咗佢命啦，所以佢咧一歲又一歲，兩歲又兩歲，要點不如佢有80歲命嘅，咁佢要做80年嗰啲英靈。咁先至能夠轉身咯，所以墮胎呢個業係最重嘅。咁啊，我哋咧嗱，而家就你哋就要上供啦。咁我哋咧答埋最後尾一條問題啊。如果工作要代人簽名或時間行實工作有不足，經負責人批准，那叫做妄語戒。梗係話妄語戒啦，代人簽名，人哋簽到你係代人簽到，梗係唔得啲啦。犯公司化炒魷魚啊，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咧，我哋今日講到嚟呢度先。咁啊，有問題咧，大家可以咧問，即係問下第二啲在場嘅法師啊，你可以呢嚿嘢啊，等啲法師去答你，因為大家都係呢啲都唔係菩薩戒嘅問題嘅，呢啲係普通嘅問題咧，代簽到嘅，即係冇人簽名得了嘅，所以唔得嘅。我哋咧咁啊講到嚟呢度，咁啊唔阻大家上供啦。